我现在只剩这个了。行了，小命没丢就别抱怨了。你来了，快开门。 你确定李福才和那个共党死了吗？共产党肯定死了，李福才被日本人抓住了。你马上通知李福才的小组转移，隐蔽起来，等我通知。对了，这是名单和地址。我这就去。 和共产党谈的怎么样？他们去俄，非要暗杀特使。也是，共产党历来都不主张色诱和暗杀，这是他们的传统。他们不干，我们要逼着他们干。对了，密室炸得彻底吗？应该不会留下什么线索。哎，只可惜啊，我的设备全都被炸了。哦，对了，只是下了这个。你看，这里边。 一个有剧毒，一个没有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啊！我们必须完成暗杀特使的计划，剩下时间不多了，这里比较安全，你跟我走。好。 刘云翔医生还没回来吗？没有，我也在等他。有几个病人的情况要跟他汇报一下。啊，你辛苦了。
刘云翔和梅芳分析，真正的头盖骨查理一定会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地点，而这个地点在查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也许会有答案。于是梅芳利用查理外出之际潜入他的办公室，希望可以找到头盖骨的藏身之处，但他却并不知道他的行踪被人悄悄地盯住了。路被封了，我找到图纸了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同志为什么要跟军统的人接头？我不知道，幸亏你及时报警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同志牺牲了。先说说你的计划吧。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这张图纸是整个中美医院的平面图，查理不可能把头盖骨藏在保险柜里，他一定会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但头盖骨体积不大，可以藏的地方很多，但是要保存头盖骨需要有条件，必须是干燥而且温度低的地方。这样的地方中美医院应该有很多。是很多，但是查理他一定会藏在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。这张图纸是当初建造中美医院的设计师绘制的，我要找的就是这个。万宇豪。是，我爸曾经跟我说过，当年中美医院的院长把捐赠款藏在了一个密室里，后来医院失火了，他为了取出财物，结果被大火烧死。知道这个密室的人只有院长一个人，还有就是建筑师。我明白了。还记得那时候在战地医院吗？没有灯，我们两个人就点着蜡烛聊天，那个时候真好。是啊，转眼间就过去三年了。可是我现在还会经常梦到梅芳，我很想你。玉琴，玉琴姐，高梅芳，
刘云翔，你们两个人说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没有怎么回事儿。高美芳，你还在狡辩。云翔，你说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高美芳，刘云翔，我恨你们！ 还记得那时候在战地医院吗？没有灯，我们两个人就点着蜡烛聊天，那个时候真好。到现在，我还会经常梦到。美芳，我想你。 您找谁呀？您好，我找燕京大学建筑系的万宇豪教授，我是中美医院的医生刘云翔。他不在家啊。哦，您是他的爱人吧？啊，我能不能在这儿等他呀？您请进。啊，谢谢。请进，请坐，家里很乱。你看。 老万出去买煤去了，还没回来，也没有热水给你喝。啊，没关系。你们就住在这儿啊？老万那个人呐，太倔强，他不想离开北平，没有跟大学南迁，我们那房子被日本人没收了，我们只好在这儿住。哦，啊。哟，这来。 家里来客人了，他是医生。医生，我没病啊。没关系，我叫刘云翔，是中美医院的医生。我今天来找您，是有些事想请教你。什么事啊？关于建筑方面的。你是医生，问建筑方面的事干什么？就是关于您设计的中美医院。 中美医院，对。姐，亮子，现在有人欺负姐，你敢不敢跟姐去抓这个人？谁啊？谁欺负你？我找他算账去，是不是刘云翔？不是，是那个高梅芳。 万教授，这对我很重要，拜托了。不行啊，我做人是有原则的，答应人家的事情就必须要保密。中美医院是有隐秘的设计，但是当初是说好了的，这个秘密只能是院长和我知道。可是现在情况紧急，这个密室里面藏着我们的国宝——北京人头盖骨化石。 一旦被日本人发现，这个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相信您也是爱国的，作为中国人，你也不希望咱们的国宝落到日本人手里吧？哎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有我的职业操守。你请吧。万教授，如果今天你不告诉我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没有人。 能逼我做这件事情，你就是做到天荒地老，我还认得那句话，不能说呀。万教授，考古学家刘钊，您认识吗？刘钊，我跟他有几面之交，那可是一个有骨气。 高风亮节的学问人呢，报纸上说他坚守自盗，我不相信。这是有人在污蔑他，他是为了保护头盖骨而死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头盖骨，替他洗刷冤屈。不瞒您说，我是刘钊的儿子。什么？
你是刘教授的儿子，我听他说，他的儿子不是在德国学医呢吗？我已经从德国留学回来了，现在我在中美医院当医生。查理老师是我的恩师。老伴儿啊，你不是很佩服刘钊吗？啊，说他是你见过的最会做学问的人。既然他是刘钊的儿子，你就告诉他吧。 半教授，请您相信我。您也看见了，现在日本人不光是侵占我们的国土，还要摧毁我们的意志。这夺取头盖骨，就是他们最险恶的阴谋。他们这是想摧毁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呢。作为中国人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。拜托你了。 我告诉你，那个秘密保险柜在停尸房第32号抽屉的后面，密码是8391。谢谢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名单上的人，我们都惹不起。惹不起不等于没有嫌疑。我们可以利用排除法。 除了何野司令官以外，其余的人都要调查，就从丁辉开始。可丁辉也是何野司令官的红人。是，他不一定是抗日分子，但他有被抗日分子利用的可能。别忘了，飓风楼可是他定的。好了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金馆长，昨天的抓捕行动失败，李福才也死了，我们的线索断了。 现在不说这些。如果天华特使来之前，我们还拿不到偷盖骨，你我都难逃责任。嗯。哎，二位是来照相的？不，我们来取相片。你是什么时候照的？上个月4号，我穿黄色的旗袍。 对不起啊，那张照片让我给洗坏了。这样，我们给您重新免费照一张，您看可以吗？嗯。好，你们里边请。哎，好，下一位。好，可以了。哎，好了，慢点啊。 二哥，云翔。 二哥，你伤怎么样了？有你刘大医生的手术还能有问题啊？哎，赶快介绍介绍，你可是人家带来的。哦，来，这位是你在照片上见过的高明芳，这位是我二哥，玉琴的亲二哥周大海，就是你们一直误以为我杀掉的那个人。 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走，里面请。好，走。啊，你好，我想找一下刘云翔大夫。不在，刘大夫今天是下午班。哦，那梅芳呢？梅芳护士在不在？梅芳护士也不在。哦，谢谢啊。姐。啊，姐。哎，刘云翔宿舍没有人，门锁着呢。没人？嗯。 这也没人，上哪儿去了？走，咱俩找个地方等他们去。哎，你真行，受那么多委屈还笑得出来。这算什么呀？啊，我有那么容易被打垮吗？这佐佐木啊，跟我斗那么长时间，咱可不能输给他。这就是我的好兄弟刘云翔。 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完成任务，了不起！哎，二哥，这头盖骨既然找到了，就要尽快去医院提出来。夜长梦多，云翔，如果真的头盖骨还在中美医院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，我们不能拿出来。
你是说不要从医院拿出来？国民党设计这个骗局，就是为了迷惑日本人，保护头盖骨的安全。他们和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我已经得到了消息，重庆方面已经做好了头盖骨离开北平的计划。我知道刘叔是被军统杀害的，高明远同志也是死在军统特务的枪下。我这次来北平，就是要和军统讨个公道。但是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联合国民党共同自杀天虹特使。我一定要找出杀害我爹的凶手，唯子不替父报仇，天理不容。还有，我绝对不会和军统合作。个人恩怨和抗日比起来，孰重孰轻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你想不通，可以不参加这次行动。好，这次行动我不参加了，我申请调离北平，到前线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什么？我临时管不清楚。干什么？我是美国公民。头盖骨被盗了，他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的上帝啊，你不能滥杀人，他是无辜的。头盖骨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发誓。查理，查理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查理，救救我！救命啊！我数三下，再不说我就杀了他。求求你，查理，不要杀我！查理，一，查理，救救我！二，查理。不要杀我们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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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队长，中美医院报案，查理被绑架了。什么？我马上就去，你在外面准备好等我。是。查理被绑架了，我担心他会说出头盖骨的下落。好，我们马上通知移动队去中民医院，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头盖骨，别想是动手下。好。刘云翔预感到危险的步步临近，为了保护国宝不被日军掳走，他决定冒险取出头盖骨，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。你怎么把头盖骨拿出来了，云翔？这倒还不是说，只要确认头盖骨是安全的，我们就算完成任务了吗？不，我必须把头盖骨拿走。开门，里面有人吗？哎呦，我说你干嘛去了？怎么锁门了呢？我出去吃饭了，门没锁啊。那怎么打不开啊？出去喝酒了？没喝多少。行行行，别啰嗦了，赶紧开门。我们哥俩守个死人干嘛呀？好好，我看。那你们先忙去吧，我自己推进去就行了。得，交给你了。好，走去吧，忙去吧。
医生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这里没人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们这医生的胆子也真是太大了，在这地方搞女人啊！哎呦，我说你怎么给我钱让我出去喝酒去呢？再买两瓶好酒喝啊！哎，好好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把衣服换了，赶紧找二哥去。好。别动。你们。跟我们走。出去了，什么人？我不认识，是一男一女，那个女的还搂着梅护士的肩膀，看起来很亲热。好，我知道。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哎呦！说，今天都谁来过停车房？没人来过呀。别打，别打！我说，今天刘云祥医生还有个女护士来过。跟你们说啊，如果发现了头盖骨，马上行动。是，王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接到报告，说查理被绑架了。先别管查理，马上搜查医院，找到刘云祥，头盖骨在他手里。好，走。玉心姐，去找刘云祥，再想办法。你休想，休想让云祥再护着你。姐，我去开车冲出去。你别胡来，你老实点。亮子，快去。师傅，车好像漏油了，是吗？快！没有，你现在。
他走，我掩护你们。走。好险呐！头盖骨被发现了吗？应该不会，我藏的地方，应该没人能想得到。二哥，玉清和赵亮开车闯出了医院，带走了梅芳。我派人去找玉清他们。云翔，你在这儿等我。我和你一起去。留在这儿，等我。王八蛋，怎么了？古天一没有找到头盖骨。啊？那查理骗了咱们？不，是刘云翔提前逃走了，我们都上当了。是他告诉王思义头盖骨被毁的。既然是这样，他怎么会知道头盖骨还在中美医院？一定是头盖骨没有被毁，落在他手里，他发现是假的，这样才到了中美医院。不可能啊！我的炸弹已经把头盖骨销毁了呀。马欣，相信我的话吧。刘云翔欺骗了所有人。那咱现在怎么办啊？头盖骨在刘云翔手里，总比落在日本人手里好。给戴老板发报，请求指示。好。也许是刘云翔欺骗了我们，头盖骨他已经转移了。不会，这次查理不会骗我们，否则刘云翔不会去停尸房，他比我们早了一步。一定是查理告诉他的，我去审问查理。没有用，我真后悔，如果早点抓住查理，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。如果早一些抓住刘云翔，可能什么都不一样了。我错了，我们或许再也见不到头盖骨了。不会的，他不可能这么快就把头盖骨送出去。只要我们抓住刘云翔，还能把头盖骨救回来。美惠子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可以回来了。我想，我不会留在北平了。这次失败是不可饶恕的，等待我的将是军事审判。不要哭，帝国军人要勇于承认失败。我辜负了
我应该受到惩罚。 你干嘛，姐？慢点儿！疼死我了！咋了？哎，亮子，嗯，真的是那个高梅芳救了咱们？嗯，是他救的咱们，是他把小鬼子给引走的。快快快，扶起来！你就又干嘛呀？赶紧的，我要出去。哎呀，你这干嘛呀？哎呀，亮子，啊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别拦着我，我得找那个高梅芳去。哎哎哎，姐，我去。我去。我给你说啊。 如果他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心里啊多作孽呀！哎呀，行行行，我去，我肯定给他找着，行吗？那成，你赶紧去吧。哎，来来来，你快去！你先歇着，行吗？啊？哎呀，我说姐啊，我不得不说一句，你以后就别再找那高梅芳的麻烦了，要恨呐就恨那刘云翔。边儿去。 说什么呢？你赶紧去呀！哎，马欣，刘云翔把我们都给骗了。是啊，他骗了我们所有人。有没有办法能找到他呀？现在满百余营都在搜捕他，我想他一定是跑到安全地方，姑息养奸。 这就是你袒护刘云翔的结果。好在啊，头盖骨没有落到佐佐木手里，我想啊，云翔已经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戴老板指示一定要找到刘云翔，不能让他被捕，一定要说服他交出头盖骨。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刺杀特使，老板命令我们必须完成。哦，对了，查理被佐佐木抓了，我们要不要救他？ 让每个人自己想办法吧，我们要保存实力，刺杀特使。所以，这次行动听共党安排，具体时间我和他们商量之后通知你。这里我不通知，你就不要再来了，以免被他们发现。好。来，情况怎么样？玉琴他们应该是脱险了，敌人还在外面搜捕，说明他们没有被抓到。 我是担心啊，玉琴会伤害梅芳。你我都了解玉琴，她不会真的要杀梅芳，这点你应该放心。我现在要去找军统的人商量刺杀计划。云翔，你暂时留在这儿，等敌人搜查过去了，你就撤到根据地吧。二哥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不能离开北平。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妥，你现在已经暴露了。你再留下来，一定会出危险的。你必须离开北平。何哥，你想，梅芳没有找到，杀害我父亲和高明远的人没有找到，查理老师又在他们的手里。 我怎么能离开呢？你还是不是抗日战士？你什么时候才能把遵守纪律当成第一位呢？个人恩怨必须服从大局。你口口声声说不愿意加入共产党，怕受约束，但是抗日。 是要靠全体中国人民的，单靠你刘云翔一个人能打败日本鬼子吗？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，那就是一盘散沙。我们共产党正是因为有组织、有纪律，将来才一定能取得抗日的胜利。高明远同志为什么会牺牲？是因为救你。他舍出性命。 去救一个被抓捕的对象，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他遵守纪律，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。
我早就想和你说这些了。你现在好好想想吧。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是近距离的刺杀。就是这样，而且要有人能够接近特使，我们没有这样的人，贵党有吗？这请在我心房点亮火和光，好让我在黑夜里找到坚强。当梦和心望足成翅膀，和举着迷雾十多厚的墙，我听见窗外传来敲响，那是我将要奔战场，有时候是生会变得平常，但我的热血，我用我自己的命替他赎罪，还不行吗？如钢。